这里是三堰桥的游步道，跟着盛俊老师走遍秘境绝景，那边是温泉饭店，这里就是黑布峡谷啦。哦，好，给大家看经典画面，就是这里。哦，这都是在杂志上看到，然后有这个电车 Toroko 走的这个红色的铁桥，那这边都是枫红啊。这个要等秋天的时候再来，所以我11月会开团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哦。哇，这边漂亮。好，黑布峡谷，现在走游步道要半小时以上。